一间屋已经不是只在拿来住的了，其实可以是一种享受来的。由靓靓主持人翠玲带领你们进入家居设计潮流。室内设计其实是一种必需品，为你揭开名人潮人的家居设计秘笈，提供你最in的设计重点、最轻松的捷径，带你实现你梦寐以求的家居生活。 我哋都想做有 taste 嘅人噶嘛，所以一定要收睇啊！时尚风每逢星期日晚上8点，翠玲约定你。